军，谢谢。哎呦，哎呀，恭喜恭喜，棒哎，新闽南语哎，超级好听。新闽南语，哦，这是我的新专辑，它叫做。概念专辑叫《关于你》，关于你 ，Close with you， 就是很像有一扇门关起来，然后跟我人生的十个角色关起来说悄悄话。Close with you 啊，关手里还拿着一个布袋一样。刚刚唱的这首歌是千金，就是女儿的角色。然后因为我爸是演布袋戏的，所以我就这样一比一，他比直接请服装，所以这有点像是就是你的角色，对不对？对，千金就家里很有钱，你再有钱什么买不到快乐？来，考你。啊，欠缺货，他难买寸光阴。哦，我以为是早知道，千金难买早知道，也可以，这个也对，这个也对。看到千娜的改变，她现在整个人是活泼。快乐的幸福，对幸福。先跟我跟你说，因为我来到大热门，就觉得好像回家一样，因为我这是我宣传第一个节目，就觉得是一个好的开始。谢谢啦，谢谢。哇，我像自己的妹妹一样啦，然后看到你来，一切人生一切顺利，天哪，很好相处，然后就温文儒雅，肯定可以未来相夫教子，同时把演艺事业一路做到非常顺畅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